各位同學，我們現在來到是 Chapter 5的 Example 3。 Example 3，我們試試用一個 graph 的方法呢去 solve 一些 unknown， 這樣這個 graph 上面呢有一個的 linear equations into unknowns，它的 graph 來的，這條直線上面的。記得呢，在直線上面的每一點呢，它有些 coordinates 的，這些 coordinates 呢一定 satisfy 這個 equation 的。實際什麼叫 satisfy 這個 equation 呢？看看到吧，A 嗰度，嗱 A 嗰度咧就話咧 ，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point is a solution， 係咪佢嘅 solution 啊？咁用圖嚟睇喎，用圖嚟睇喎，四負三，我哋 check 下咧，四 x 係四 ，y 係負三，咦？呢一點咧，睇下先嚇，啱啱喺圖上邊噃，係咪啊？呢啲咪四負三咯？唔好意思，冇顏色，冇墨添。好啦，咁呢個就係四負三，咁所以咧 ，yes。第二咧，負三負一，負三負一，咦？呢點咧唔喺線上邊噃，咁就話咧係 no， 線上邊嘅點就係佢嘅 solution， 唔喺線上嘅點就唔係佢嘅 solution。好啦 ，B 部分，如果 A 零 m lies on the graph， find the value of m。嗱，我哋用圖解喎，用圖解零 m 零 x 零 y m 係咪呢度啊？係咪啊？咁你即係話呢 m 等於負一囉。好啦，咁 C 部分呢，如果 n 負二 lies on the graph， y 等於負二喎， y 等於負二係點樣㗎？好啦，咁我哋呢就睇下先， y 等於負二係咪呢度啊？ y 等於負二， ok， 好啦，畫過去，咦， x 係咪三啊？ ok， y 等於負二， x 係三，咁呢度呢就係、是、sorry， 二，唔好意思，二啊，負二， x 係二嚟啫， x 係二嚟啫，咁所以呢 n 係等於二嚟嘅。嗱呢個呢就用 graphical method 喎，但係呢我哋可以用一個代數方法㗎喎。點在線上可代入，點在線上可代入， put x 係零 ,y 係 m， 代入去零加二 m 等於負二， m 等於負一， ok， 呢度 put x 係 n， y 等於負二，n 加二負二等於負二。好啦，咁我哋咧試過用 graphical method 圖解法，或者係代入法 substitution 咁去 solve 呢 equation 噶。好，到呢度啦。